我是主持人，是不是？陈俊秀60场，至少先发50场。对啊，大家真的吗？来，陈小姐跟我们一起哼音乐吗？来，1、2、3。哦。
怕那些吃，很多人吃饭影响到吃饭的食欲，很低头。我觉得看得出来有在练的，看得出来是怎么样练的，厉害，你这个不是说说的，真的。你见人了吗？碰到流量的密码。很低层的低频，我觉得造成那边三星的食欲的影响。没关系啊，我觉得可以说明这种记者，大家都有记者，不错。掌声鼓励啊！好的，那今天见面会之前，我觉得趁大家都在，我们应该先来个大合照。好。大家都有个纪念。